各位在座的嘉宾，各位观众，大家晚上好，好欢迎大家来到沙田大会堂演奏厅欣赏江南天韵回香江。今晚我们大会准备了七首曲目送上给大家欣赏，而其中有两首呢是新曲首次在台上演出的。事不宜迟了，立刻介绍第一首曲目，是薛父救赵。讲到战国时代，秦国欲并吞六国，他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，他先攻打邻近的赵国。在之前呢，秦国派使者去魏国，话俾魏王知，要他不得出兵，否则连他都打埋。魏王基于秦国强大，按兵不动，秦兵大败赵军，兵围邯郸。赵国信陵军不顾个人安危，连夜去到魏国，去魏国王宫见王妃，要求他薛虎符，调魏师救邯郸。为我们演唱这一曲，我们有请陈润苏先生，同一合唱的是曲艺唱家梁少冰小姐，有请两位。
开装怀吉祥粉，只盼开我当驱秦军啊！求见王妃心愿去，急至报你心如焚。
慢，顿发泥尘，尽是这刀长驱，把寒斑为困啊，照国计。在但那只一味情，但那寒蝉声，空笼蝉心动。老恨秦王剑师更加霸道横行啊，识我叶下啊援兵，只是遥遥来作战。情敌似这一风林，昂藏七尺信陵亚军，横眉怒对覆花印，愿凭一打剑起花。纵是剑将长，无足胆，樱花长红半日。神，我说半刻三千，血已亲难啊。
啊生离死别啊，匆匆到啊，写字行，无依附巧生人。鸡求王妃。
做元基人啊。你是魏王恩雅宠，我才决志此行啊。可惜魏国功啊成，世与秦人决得阵啊。又怕连累于啊你，惹你大祸临身啊。公子你计将安在呢？有愧王妃多谁问，让我心如麻乱，意难寻啊。请公子你速说良谋，更留我妻人声声感啊。但求胡氏新茶和家歌，何愁碧轩王妃大义失明，急把机宝来直奔啊！求你将火符盗取，以调遣计军换兵啊！再求还，就此拜别，今后鬼门关来，又添一个信陵君，王妃。